小哥，整个仓库的砖装备我都搬出来了，走，出发。水库生存挑战，这些都不带。那带什么？就带这些，有这太阳能板就够了。走，出发。慢走啦，表哥，还有多久啊？差不多到了吧。好，咱们当务之急，先搭个庇护所，挑个好位置，防止直接搭树上，可以防止野猪那些。野猪？那赶紧挑个好位置啊！好。哇，表哥，这地方可以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主要是离地五米，安全，还能看见前面的水库。哇，走，砍树。好。表哥，接着。好，来。表啊，再传一根。好。表哥，你刚说爱欧女朋友哪找的？你看我还单身，你不给我支下招啊，不够意思。左下方这个爱聊 APP 啊，能看到附近几公里内的单身美女，上线就有女生主动跟你聊天打招呼，脱单效率特别好。他们聊了多久确认关系的呀？就五天。可以啊，靠谱，我这就下一个。刚谁说我不够意思的？够意思，够意思，赶紧铺好。好，表，干不动了，找点吃的。那走，找点吃的。啊。要换的饵料来了，就一条啊。没工具不好啊，将就着用。放长一点。好。欧力姐。好，坐等一上钩就行了。啊，没中。没有啊。甩那边。好。表哥怎么还没有鱼上钩？兑现了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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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哈哈哈这么小怎么吃？再小也是肉啊，把它砍了。好。可以吃。哇，好香。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有点烂。将就着吃。嗯，哇，嗯，表哥不够塞牙缝，小事小了点，才三分饱。哇，好甜！哇，这下七分饱了，太阳要下山了，先把电的问题解决，装太阳能充电板。啊。梁姐，先接着。好，来。表哥肚子还是饿啊？睡着了，一会儿就不饿了。看明天我给你睡一把。嗯，希望明天不要下雨。有蚊子。嗯。